我们以前是不是就见过呀？见没见过？重要。我找的那个人很久。你不会怀疑叫你的人是我吧？我不是怀疑，我是确认。我一个人的时候。 总会一遍一遍听你留给我的随身听，我第一次见你，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觉得好像。她是苏小小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追求美人的机会？那什么时候我们就得下去？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快来，开始出了。 冬天来了，开心了。不过呢，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你在。